同学大家好，今天吗我们的太上感应篇，我们接着上一堂课，上堂课我们讲到指天地以正彼怀，引神明而见为是。哎呀，这实在是真的是很不好的呀。指天地以正彼怀，就是存心不良，反叫天地做见证。哎呀，这个人实在是真的是好，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生啊，哎呀，真的是太过分了。引神明而见为是，做污秽的事情，那么要请神明啊，要照察。哎呀，这个是天地神明都很清楚的，你做什么，你做好做坏，他们都一清二楚的。所以大家不要昧着良心胡搞乱搞，是有报应的。我们这个注解里面说啊，天地无私，神明正直，顺吉逆凶，其应如想。其应如想，就是说讲报应不爽，也就是报应屡试不爽。那么大家都知道吗？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，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！所以这个大家啊，不可不警惕。莫二辈子乱来，都有报应的啊。只是报应有的时候来得快，有时候来得慢，不是不报，只是时候未到。有的人做了错啊，不承认，还发誓赌咒，真的是很不好。劝大家不要做这种事情，还让诸佛菩萨神明为他做卫证，哪有可能的事情啊？那么这种心性呢，心行呢，是极大的恶业哦。天地以神明只能证明他作恶多端，不知悔改。所以啊，大家莫二辈子。然后呢，二辈子还要引指天地以正彼怀，引神明而见为是，真的是大家不要胡搞乱搞，胡作为，报应是屡试不爽。一位同修问啊，上净下空老和尚，他说啊，普里啊，南投一带啊，寺院林立啊，那边寺院很多，是台湾佛教最殊胜的地区之一，那么为什么会发生大地震，上一次的921大地震嘛？那么人们呢啊，有的人就说：“哎呀，这样对佛法会产生怀疑啦，认为啦啊，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”那么事实上，发生这类疑惑的，是由于读经太少，文法不够了，不了解其中的因缘果报。那么呢，老和尚说啊，盖一座寺庙，供几尊佛像，难道就灵吗？那么呢，谚语说啊，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。那么我们应当要观察业因果报，有场没有道。老和尚常常这样说，要有道啊，有道的场才是道场。OK。有场无道，哎呀，这个大家就不要乱疑惑了，这是老和尚说的。那么呢，我们应当观察业因果报。老和尚也举了个例证啊，举了一个证明，他说
灿云法师啊，灿公老和尚的道场也在那个地区，为什么啊那个时候九二一的时候没有受灾呢？啊，灿云法师是一个真正的啊，当然他是一个非常一代高僧大德啦啊。那么呢，这是老和尚特别为我们举例的，因为有同修在问嘛，所以他是这样子回答同修的，我只是引述而已。OK。那么呢，佛法的兴衰在人心呐、啊，人心向道，佛法就兴旺。古人讲啊，有庙无道，不能兴教。就是说，评判一个寺院是不是名副其实的道场，要看看寺内有没有真正的修道的人。寺内啊，人多很难要求每个人都修道，但总要有一两位真正的修道人啊。那么老和尚说啊，如果连一位真正的修道人都没有，那么灾祸就不能避免。所以啊，这个大家啊就会了解。 OK。 那么呢，好像有一个，就是那段时间呢、啊，有一个印刷厂的老板啊，他的印刷厂的仓库呢就在三重。那么有一次呢，邻居失火，那么附近的房舍全部都被烧毁掉了，唯独他的仓库呢得幸已免。那么在失火的当天啊，听说仓库中啊是存放着1000套大藏经，所以啊要相信啊，他相信正法所在之处啊自有龙天护持。那么像那个印刷厂，他印佛经啊，因为他成本呢都定得很低，他知道啊做好必是有好报了，做好事必是有好报的。所以各位要知道，光是个印刷厂啊，它里面有佛经，那么呢在邻居都是失火火灾的时候，它的仓库居然就是得幸一免。大家要相信这句话，正法所在之处自有龙天护持。那么谚语说啊，地狱门前僧道多啊。老和尚说啊，这是老和尚说的啦啊。那么我只是引述 OK。 老和尚说，出家人为什么会堕地狱？那么出家人是活菩萨的代表，如果能够保持好的形象，让社会大众因为你而对佛教升起的恭敬赞叹，那么你就是为佛增光，有无量功德。那么如果你的言行招致社会大众的批评指责，就是让社会大众因为你而侮辱三宝啊，这个罪过就很大，因为把佛教的声誉破坏了。所以出家人的形象十分重要。那么这是老和尚特别的啊讲述的啦，我只是引述而已。 OK。 那么呢，黄念祖老居士说啊，古代啊学佛修行啊论成就，那么出家男众排名第一。当时古代的时候呢，出家男众修行成就是摆第一的，那么再来就是出家的女众，那么再来就是在家的男众，那么最后是在家的女众，论值论量都是如此的。那么现在时代颠倒了，以念佛往生而论，在家女众最多，其次是在家的男众，再其次是出家女众啊，最后是出家男众啊。这是黄念祖老居士所说的，我也是引述。那么呢，再来我们啊注解里面有特别说啊，这个天地公正无私啊，神明正直不偏啊，顺天就得吉祥，
逆天就遭灾凶，其感应啊，就是如声回响一样，声音一有声音，你到山谷里面，声音一出去就会回响过来啊，如声回响一样，行事小心敬畏啊，尚且害怕啊，获罪，何况呢？竟敢指天地引神明来证明鉴察自己心怀卑鄙这些坏事，这个难道大家要知道啊？这是对神明很不恭敬的。难道神明天地神明会帮助你来作恶吗？那只有突然使自己加速招来灾祸罢了。所以这是注解里面特别这样的交代，大家要知道。我就引述一下明朝高僧大德啊，莲池大师说的世俗的许愿啊，像求生子、求长寿、求解厄、求功名、求财禄等事情，不可为了如愿就杀牲畜来许愿，这种愿叫做恶愿，只有罪孽无功德，乃至于湿衣袍或见其反，见殿堂或购供器来许愿，也只以用于庄严佛像和道场，希望一切众生收摄意念，心生敬畏，乃作为心意，不可刻意只为求福，因为大悲平等名为佛，正直不偏名为神。世人啊，若是只以私心求福，天地鬼神怎么会有因你的贿赂而降降赐福的道理呢？这大家要很清楚 ，OK？ 依据道理来说啊，唯有恪尽己心，广行众善，忠孝有替，临贫爱老，救灾济苦，戒杀放生，做种种的因功，行种种的方便，随着自己的本分能做到的尽力去做，如此啊，行善功德的感召，上天自会降下福报。若是不去行善，只想祈愿达到希望，便是鄙怀畏施啊，就是对神明不恭敬啊。普告世人啊，应当坚信这些话哦。OK， 再来，我们要接着下面一段。施与后悔，就是施舍财物后又懊悔。哇，施与后悔啊，至于施与这件事情，那么注解说啊，施与而后悔者，就其初毕竟非真心为善，只不过啊一时啊高兴要求名闻利养啊，那么发言处已错，乌得不后悔呢？若真心施以，人我皆空者，安得有此？是以为善者，不可不自辩于一念之萌也。哎呀，这个实在是勉强的布施啊。大家都说哎呀布施很好，哎呀很勉强的布施，布施之后又后悔了，有没有果报呢？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凡是布施必定有果报，纵然是勉强了后悔了，果报也不爽，也是有果报。如果你施财能就会得财富了，有些人呢发财很顺利，有些人呢赚钱很辛苦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当初他布施的时候如果很爽快很欢喜，后来他得了财富的时候也不费力气了。 OK，
如果当初是经别人特别的劝请，很勉强的布施，那么之后呢又后悔啊，那么得财富的时候也就很辛苦啊，但他还是可以得到啦。所以我们要真心布施，欢欢喜喜的布施，绝不后悔，将来享福时就一切顺利啦。 OK， 果报呢有时节因缘呐，有些人的福报少年时候现前，那么他的父母嘛是增上缘，那么到中年呢自己主持家务啊，一派徒弟啊，那么晚年呢潦倒不堪，事实上这种人很多了，他的福报在少年的时候就享用尽了，不知道培福，没有遗福，才会晚景凄凉。有些人啊中年福大，如果他明理啊，知道惜福培福，还有一点余福，晚年还能够勉强的维持普通人的生活。如果在发达的时候不懂得修福，挥霍自己的福报，吃喝嫖赌，不务正业，很快就会把福报消耗光了，晚年也会受苦。这种人也很多啊，有些人四五十岁的时候光景好啊，六七十岁非常的凄凉啊，何时的福报最值得赞叹呢？晚年享福啊。世间算命看相的人讲走老运，走老运好了，为什么呢？年轻时候吃点苦不要紧啊，有体力啊，能抗得过啊。少年呢、啊、享福是啊，不是真正的福报哎。中年的享福也不是真正的福报呢，晚年的享福才是真正的福报哦。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啊，就会把自己的福报放在晚年再去享。那么当自己的福报现前的时候，自己不享受，帮助社会啊，你有福报，你尽量的帮助世间苦难的人，把自己的福报送给他们去享受，这样福报就保存着，晚年就享不尽的福报。各位都知道要修福，福报，福报有三种啊，福啊，大家都知道要种福田啊，福田，福田有三种福田，第一个就是恩田，恩田就是你孝顺父母，这就是最大的恩田。第二个啊，就是敬田，敬田就是供养三宝，恭敬三宝，供养三宝，那么这是敬田。那么呢再来还有悲田啊，你帮助世间苦难的人啊，那么这就是悲田。所以福报也是有这三种，那么大家好好的修福啊。那么呢佛经上也常常讲啊，修慧不修福啊，罗汉脱空波啊。我们老和尚常常在说啊，他说他的前半生的时候物质生活非常的艰苦，少年青年壮年都没有福报，晚年这一点福报不是前生修的，是学佛懂得这个道理之后才修的。张家大师啊教修福的方法就是布施。那么当开始布施的时候，心中呢啊也不会太好受，慢慢的养成习惯了、啊、那么二十年之后呢，布施才生欢喜心，丝毫勉强都没有啊。所以大家也要知道，有些人呢、啊、刚开始哎呀布施觉得很困难，但是慢慢的你也会啊感受到啊那种欢喜心啊，要欢喜布施，你会欢喜得到财富啊，财布施得财富嘛，啊法布施得聪明智慧嘛，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嘛，这是佛所讲的嘛，
啊，我们听了好多的，但是要真的做 ，OK， 不要失语还后悔 ，OK， 啊，布施如果不计较回报，那么福报就会更大；布施如果希求回报，福报就会变小，施与得相等，啊。布施时完全没有求果报的念头，果报会超过所施的很多很多。为什么？有心布施，福报是有限的啦，念头是界限啊，无心布施啊，没有念头啊，心量等于尽虚空遍法界，福德不可思议啊。这个道理啊，活在大经中，尤其是在般若经中啊，讲得非常非常的多啊。所以啊，大家啊要知道，佛门啦、啊，许多道场啊，常常劝人布施供养啊。已经契入佛法的人呢、啊，知道布施是好事情，可是没有接触过佛法人呢、啊，往往会存有很深的反感。那么到底应该不应该劝人布施呢？印度教的经典说啊，布施要是人是时是地，注重适合的人，适合的时节一年，适合的处所，也就是说讲求契机啦，啊，如理如法，契机啦，这是很接近佛教讲的纯净布施啊。那么基督教说啊，施比受更有福啊，你能够布施，你比受更有福报啊。那么你要做个有福报的人呢，还是做个比较没有福报的人呢 ？OK， 大家可以好好的去想一想啊，施比受更有福。那么伊斯兰教就说了，如果你们公开的施舍，这是很好的。你公开的布施，这是很好的。如果你们默默秘密的啊，秘密的施舍，那就更好了。秘密施舍就是积阴德啊。所以说啊，综合以上啊，我们可见任何宗教都劝人布施啊，财布施得财富啊，每个宗教都是劝啊，都劝人布施。那么劝人布施的时候，一定要把这些道理讲清楚，让他生欢喜心，自愿布施啊，不可勉强他布施啊，不可持诱惑的心态呀、啊，诱惑心态是道心哦。如果这种心态劝人布施，这是造罪业哦。所以啊，大家也都要知道 ，OK。这个施以后悔啊，因为有一些例子啊，我们注解里面有一些例子非常的不错，所以呢，我想把它举来跟大家分享。那么注解里面说，至于施以这件事情，建立功德最快速，然而必须乐善不倦，才会有所进步。即使财力不足，也需长存此心，何况怎么可以使念头变成啊转成吝啬呢？就是说施与后悔，这样不好。OK， 啊，这样丧失施与的初衷啊，这样不好。如果没布施就后悔，那当然就不会布施了。如果以布施却后悔，也就不会再布施了。这种啊，贼人害义的行为乃是心病的根本、啊、所以啊，太上啊老君啊不采取施予的善举，而只摘入后悔的过恶 OK， 因为圣人啊所最称许的莫过于迁善改过，而最厌恶的莫过于为善不忠。那么布施后产生后悔的，探究他的初心，毕竟不是真心啊，
乐作善事只不过是一时高兴啊，为求好声名啊，希望得福而已啊。出发点就已错误了，他怎会不后悔呢？ OK， 那么如果是真心要布施的，他心中没有人和我，也就是说内不见布施的我，外不见啊受施的人啊，中间不见所施的物，也就是说三轮体空啊。我们在啊佛法里面布施有讲过，三轮体空内没有一个没有布施的我不见，也就是说你不会在乎啊布施的我，对外我不见受施的人啊，布施给谁我们也都无所谓，终不见所施的物，你布施什么东西甚至都无所谓，那就三轮体空啊。所以说啊，真心要布施，心中没有人和我，也没有布施的东西，怎么会有此情形？所以要行善的人不可不先辨明自己最初升起的一念是什么。那么这里呢有一个故事，有一个例子很好，我只是啊举出来与大家分享。就是福雅为人啊乐善好施，他的家门口啊常挤满了乞丐，他常对人说啊，天下财物聚散无常啊，今天富有明天可能就变穷啊，就像转动的环一样，若是一天不布施啊，心里就闷闷不乐啊。当时的人称赞他说啊，不为权益富啊，宁做福雅贫，意思就是说不愿当像权益那样的富贵的人。当时有一个人非常的富贵，他叫权益， OK， 他大家宁愿当像福雅这样子做个贫穷的人，因为他乐善好施。后来福雅呢官当到尚书令，他的子孙呢更为富有啊，所以啊他做善事啊呼应他的子孙啊。另外一个故事就是东汉的时候的刘宽呐 啊也就是现在陕西华阴人，自幼好道，曾任南阳太守，官至司徒太尉，喜欢布施贫困的人，虽然辛苦从不厌倦，后来被太上老君收录，担任同知府帅上侯的职位，掌管出得道者的事务。还有另外一个例子，元朝时候河北省石秉植，他在建筑房屋挖土的时候挖到银子数万两，感叹地说啊，钱财是世人赖以为生的东西啊，既然这些钱是天上啊上天所赐的，怎么可以独享呢？后来凡是可以让他周济的啊穷困危急之人，他无不施舍啊，他都会施舍给人家。又有一次啊，遇到荒年，他捐吃粟米80,000担，赈济灾民。不久呢，盗贼群起横行，他又散尽家产保护乡里。有关啊单位将他的事迹上书皇上。后来啊，这位史公活到94岁，子孙众多。这都是说乐善好施啊的这个好的果报。那么呢，从还有一个例子，因为这里的乐善好施的例子非常的好，所以呢我特别把它引述出来跟大家分享。从前在武进，也就是现在的江苏无锡北边，有位张献可，那么生性慈悲好布施，曾经施官3000具，接着又继续的施舍，并且雇用乞丐掩埋路旁的啊铺路的尸体，埋一具尸体就给一些钱。那么乞丐每次寻获到暴露的尸体都很高兴，认为那就是财货，
从此那个现役中就没有暴露在外的尸体，又常煎煮膏药给病人施给病患吃，在天气寒冷的时候又煮稀饭给饥饿的人吃。他说啊，都可以帮他们来掩埋的尸首，怎可不救活人呢？后来他两个儿子都考上了功名，他也受到朝廷的封赏。这就是做好事得到的好报。需要知道啊，年方欠收乃是灾难啊，而生活穷困则是命运啊。救助灾难需要有天地之人心啊，而改造命运则要靠圣贤的之学、圣贤的教育。以上所说啊，素人这几位都能以诚心布施，到最后呢都得到福寿富贵子嗣，而且将来还能够证得仙果，这就是真理正道。 OK， 那么再来还有一个例子也是很有意思的。从前有位西百三啊，这个人本来是位穷人，他呢偶然看到一位道士前往一处商家求乞，商家不愿意施舍，西百三呢摸摸腰间只剩下一文钱，他就拿出来给了道士。当天晚上啊，梦见道士将他的赘肉去除，等到醒来的时候，他脸颊上面的赘肉果然已经脱落了。那么这里特别告诉大家，西百三一文钱的布施竟然使他脱离了病苦，可见啊，布施的功德啊，不在数量的多寡，而在内心是否真诚。世人应当要鞭策自己专心去力行，规劝他人一起做，这样尚且都还嫌太迟，何况施予还可后悔吗？大家要乐善好施，不要施予后悔。 OK， 再来我们再讲啊，下面这一句，假借不还，欠人财物不可偿还。哎呀，这也实在是金贵分了哈。借物不还属于偷盗，还是为征得本主啊主人同意而将财物据为己有的，都属于偷盗。偷盗他人的财物，果报是缺乏财用，物质生活会贫乏。如果盗华，果报是愚痴啊，大家知道。那么不要啊偷盗啊，你这个借物假借不还，这是属于偷盗啊，这个果报是愚痴。那么还是借人物，借人借他人的东西，需要加以爱护。向人借物啊，非不得已啊，不需要借也，借而用毕，随即要归还。OK， 向人借物品，必须不得已，能不借尽量不要借。对借来的物品要爱护，绝不能损坏。用完之后要赶快的归还。我们平常啊，要养成良好的德行。我们肯帮助别人，别人也肯帮助我们。我们爱护别人的物品，别人也会爱护我们的物品。业因果报，丝毫不爽。OK， 再来，我们注解里面有一些例子，
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啊，也就是说假借啊，这里说假借不凡，假借乃是用来流通有无，舒缓寂寂，本来是件好事情，那么受人的恩德已经不小了，怎么可以依恃强横，使用狡诈手段推脱不还呢？所以啊，借人的东西一定要还。他哪里知道啊，积欠债务未还，死后能要偿还哦。这一生你没有还，来生也要还哦。那么欠得少的呢，就出生为人的啊奴婢啊来还债；欠得多的，就出生为驴、马、牛、犬来偿还。这也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哦，大家要谨记谨记，因缘果报，因果定律啊，是丝毫不爽。那么呢，我们现在举啊一个例子，也就是说啊，这是注解里面的一个啊例子。清朝康熙戊午年的秋天啊，北京的居民张元养了一头驴子啊，这头驴子呢，他一天呢能走了200里路，那么但呢，他却喜欢踢人咬人。一天呢，啊，那么他能走200里路，但是只有张元的父子三人骑他的时候，他就非常的乖顺啊，非常的驯服，其他人都不能骑哦。那么呢，刚好有位姓杨的人，他姑且试着借驴来骑，他就说试试看，借这个驴来骑，却也很驯服的。啊，让他骑，于是呢，这个姓杨的呢，就骑了这头驴子呢去办事情。回家之后，当晚呢，这个姓杨的人呢就梦见有位穿黑衣的人告诉他说啊，他说我是张元家的驴子，就是驴子变成一个穿黑衣服的人，在他梦中出现，告诉他说他是张元家的那个驴子，前世呢向你借了300钱没有还给你，现在呢应当偿还给你，你昨天呢已骑着这一头驴子，骑着他说已骑着我走了280里路了。那么呢，这个驴子，这个穿衣服的人就说祈求你呢再骑20里路，那么我欠你的债就了结了。那杨某就问说，你到底欠了张元啊他们多少钱呢？黑衣服的人啊就皱皱眉头，忧愁地说啊，欠他们太多太多了，很难说清楚啊。那么所以啊，那个驴子啊，张元他们一家啊跟他的儿子三个人骑，这个驴子就很乖顺的，很驯服的让他们骑，他是要还债嘛。那么呢，这个杨某醒来之后呢，果然又啊来骑了这个驴子去办啊另外一些事情。那么去的路程呢稍远了一些啦，驴子忽然跳起来将杨某摔在地上，推算一下路程呢，果然是20里啦。杨某更加的惊异啊，就是祈求这个驴子说啊，我明白原因了，但现在离家还有10里路，如果呢我不骑你的话，怎么回到家呢？那么我回家后呢，就拿10文钱买草料喂你，如何呢？驴子站着看他，考虑了很久，又很温驯地载他回家了。所以啊，各位都知道啊，真的是不可思议啊！啊，大家要相信。摩替替 OK。 那么呢，后来呢，这个杨某呢回家以后啊，就真的拿了10文钱
买了这个草料，喂了这个驴子。那么呢，驴子呢啊，载他回家以后，那么呢，而后呢，这个羊魔故意呢，要试着要靠近，要骑他啊，要骑着这个驴子，才一接近这个驴子呢，驴子就立刻啊踢咬长鸣了。也就是说，这个驴子欠这个羊魔的300钱已经还完了。那么呢，他多载他十里，这个羊魔买了10文钱的这个草料给他，也就两个都互相的债都一笔勾销了。所以这个驴子就不再载这个羊魔了。那么这个张元家呢，因为驴子说啊，他欠他们太多太多了，驴子啊前世啊欠这个张元家里太多太多了，所以就只好在这个张元家里啊当这个驴子，那么呢啊很温驯的啊载他们。哎呀，这是在还债呀。所以啦，我们刚刚好像也有说过啊，啊，就是说你欠人家多的啊，你来世就要当牛马啊，还有钱呐、啊驴呀、啊，去还人家的债啊。所以这个大家有债要赶快还啊，不要假借不还呐、啊，这一生不还，来生还是要还呐、啊，来生还就更累了啊。所以啊，因果定律啊，屡试不爽啊，这是太上老君特别的告诫大家的。太上慈悲啊，大家真的要谨记谨记啊。OK， 咱们再来呢，还有另外的。有个朱在安先生说啊，人有贫穷而负债的，有富有而负债的啊。贫穷而负债，这是因财力不足。如果是因宗啊，依照这个《中介经》所说的，《中介经》啊所说，心里要常心想还债，自然就无过失。那么至于富有而不还债，若非假借自己威势，必是昧子天理，丧失良心，谁知欠债不还啊，生生世世要偿还啊，债偿完了才算了结哦。所以啊，大家不要想哎呀这一生不还啊，这个是假借不还啊就可以脱过了，没那么容易的事情啊。那么再来，这里还有一个例子啊，就是安徽啊，这也是古时候的一个例子啦啊。这是一个，这都是公案，因为都在注解里面的啊，都是有名有姓的啊，这都是公案，我觉得非常好，所以特别呢提出来啊，跟大家分享。就是安徽呢有位无姓的商人，那么他为人呢一向是信义至此，他在临终的时候呢告诉他的两个儿子说啊，我所有的1000两黄金呢、啊、都是向胡某啊借贷来的，你们一定要一一的还清哦，宁愿受寒挨饿，千万别做负心的人。他的儿子完全啊遵照父亲的遗命，把债还清，使得生活呢顿时穷困而无依靠。有一天呢，忽然在孤井啊井那个孤掉了的井中，找到2000两银子，上面刻有唐朝的年号。他们就关起门来，将银子严密的藏妥，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。那么隔天呢，忽然有邻县的人啊，隔壁县的人来说啊，你不就是吴某的儿子吗？他们回答说啊，是的。那个人又说啊，
你们将有大财啊，大财来到。几天前呐、啊，那个人呐、啊、说，也就是格林的啊那个人，特别来跑来跟他们说，他说几天前呐、啊，他生病的时候，恍惚间呐、啊，到了东岳府，啊，东岳府看到财帛师有解送钱财的神啊抵达，自称是井泉之神啊，井泉的之神，东岳大帝就说啊，这是唐朝宫中的库银，上帝因为吴某啊处理财务非常的分明，他的儿子又能苦心遵守父亲的遗志，所以赠送这些银子给他们，使他们代代子孙都能够享有大富。那么那个人呢、啊、就格林那个生病的人呢、啊、他醒来之后呢觉得很奇怪，所以特地呢到这个啊吴某他们家来拜访，他们两兄弟非常的惊讶，就将实情告诉他。那么现在呢吴氏祖孙呢、啊啊，就说大户人家非常多啊，都是他们的后裔啊。那么呢，这也就是说，告诉大家，假借不还，不要这样。你这一生没有还，来生还是要还啊。那么呢，欠人财物啊，不肯偿还，叫做假借不还，这样不好。OK， 这个债是。一定要还的，不是这一生还，你就是来生要还了。OK， 啊，这个是因果定律啊，大家要很清楚。那么再来呢，接下来我们接着要讲分外营求。分外营求就是不守本分，妄想专谋名利富贵啊，这样不好呢。那么再来利上施舍，就是说把精力都放在奢侈豪华的啊这些布置上面，这个都非常的不好。分外营求，利上施舍，也就指不择手段的巧取豪夺，争名逐利，这样实在不好啦。那么六道众生念念所希求的不外乎是财物、聪明智慧、健康长寿，能不能满愿？谚语里面说啊，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，而实际上呢，可能一百个人中，一千个人中，难得有一个人称心如意的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哎呀，这个我们这堂课没办法讲那么多，那么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。为什么我们会跟大家在讲这个注解里面说啊，阎浮世界，我们这是一个阎浮体世界，数号缺陷，阎浮就是凡夷，就是有欠缺的含义啊。所以生活在阎浮世界，不如意十有八九，所以啊，就是称作娑婆嘛。那么人们常常感知到诸事不能够称心如意，那么这是业因果报。所以啊，这个我们下一堂课我们再来好好的来啊，因为这堂课啊就时间差不多快到了，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啊，会告诉我们怎么样来探讨，怎么样好好的能够
改造命运，怎么样啊，来积功累德，那你的福报福德能够累积的厚一点，那么呢让这个啊一切都能够啊比较好一点，如意一点。 OK， 那么呢我们啊下一堂课会告诉大家啊怎么样来积德累功啊，如何来啊把这个福德能够来把它修得更好一点。 OK， 好，那么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 Thank you.